到伟中生活旅行家频道，那今天呢要来为大家来开箱主题饭店。那这次呢是开箱布丁狗主题套房第三集哦。那之前前两集已经有跟大家讲了哦，就是台北东旅住宿好有新增了一个布丁狗主题套房。那前两集有告诉你们怎么来，那还有前两间的开箱影片。那这次呢第三集就是有开箱最大间的布丁狗主题套房，那这次呢开箱的影片哦，介绍人不会是我小薇我了，那要换阿丁来介绍了。为什么是他呢？因为爸爸他是布丁狗的迷，那当然是最大间的房型就是由他来做开箱影片啦。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阿丁的脚步来去看一下行政大主题套房的房间长什么样子呢 ？Go！来看着台北景色，这边是台北东旅11楼的空中花园，也是所谓的吸烟区啦。因为你来看这边，外面吧台，然后有吸烟区，可以在这边看，朋友们吸烟。然后这边晚上，相信晚上夜景一定很漂亮，所以它很贴心的三个小桌子，三个枕头，晚上可以这样台这边。来这边，然后抽着烟，看着外面的景色，因为现在是白天，所以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我觉得晚上这边打灯之后一定很好看，而且可以看到山景。虽然 ，Hello， 欢迎来到伟中生活与香家频道，我是阿丢。然后我们今天是来住台北东旅布丁狗限定的主题套房，然后这个。就是他今天的套卡的那个他卡套，然后里面有房卡，还有里面还有布丁狗，这个是可以免费拿的，他跟他要他就可以免费拿的哦。然后刚从电梯出来的时候看到全部都布丁狗，你看电梯门布丁狗有没有看到啊？丢，我今天身上穿的是布丁狗，主题不一样，人家是旅行的，我是马戏团，有没有啊？拢肥肥都胖胖的，都跟我一样胖。好，由于上次小薇有住过两间，已经住过两间了，1003跟1002。然后今天呢，我来带大家看布丁狗最大间的盟主殿堂，布丁狗限定的行政主题套房，就是所谓的1001。往这边请，来看。然后你看壁画，因为小薇也介绍过，壁画就是如果你是布丁狗的迷，都会看得到。一只呆呆胖胖的狗，就是这样，就跟这个一样。我也是呆呆胖胖的，好嘞。啊，旅行，而且很符合我们的主题，因为我跟小薇其实比较也喜欢到处跑，应该说她比较喜欢，小薇比较喜欢到处跑，所以这次布丁狗的旅行的主题真的很适合我们，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来住一次。然后我们就先进门来看喽。请进我们今天的房间，然后走进来呢，哇哦，客厅好大呀，客厅，然后这边真的是很大，而且这边也有按摩椅，那一定来坐一下，因为我其实家里没有按摩椅，然后来这边一定要来坐个按摩椅。然后这边还有咖啡机，还有咖啡机，它胶囊咖啡机，其实这个很方便，真的。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来泡泡看，然后再转过来，你看，第三个主题，中过新年的布丁狗马戏团旅行，你看，我们是布丁狗的迷，不要有布丁狗出什么，或者三丽狗出什么，我们就会去买。应该说，布丁狗、大耳狗还有 Hello Kitty 三个我们比较喜欢。然后来这边看，这边其实景色，应该说。因为是大楼，没办法看到说是像山景的景色，这是大楼的，所以比较没办法。哎呦，这桌子怎么要放？没关系，反正来住的不一定会开窗户，那纱窗这样就好了。说真的，然后来看这边壁画，这么超可爱，你看有没有很像？
很像很像，有点像，还有一只，有超可爱的布丁狗，推着超级大的行李箱的布丁狗，真的，对，真的很可爱。其实我今天有想过，我今天想反正想去网络上订全身布丁狗的套装毛绒，可是想说太天气太热，我也没有找到东西，所以说算了，我就穿这一件来了，不然我是整身跟布丁狗一样这样走进来，可是太热了。然后刚刚看他是客厅哦，他房间在哪里？在这里，他房间是用暗门式的来做布置，来看。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还在想说，奇怪，房间去哪里呢？哦，原来是一个暗门。然后这边还可以关。然后先来看浴室，浴室也很特别，它是这样推风式的，然后玻璃都是布丁狗的主题。然后里面想必之前小魏也介绍过了，浴巾，可爱的布丁狗浴巾。然后这个可以买，这个是要加价购买的，2000多块，快3000。有买了之后好像是2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真的有想要知道，你们可以来这边住，或是在我们底下留言，我们可以帮你问问看多少钱。我已经问过价钱了，想知道价钱的人呢，请洽前两集有说价格跟方案选择。这是限定的哦，虽然说来住的话还可以先穿，是限定的。然后来看这边浴缸，还有这个，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地毯，用毛巾的地毯，那样多可爱。地垫呢、啊嗯？地垫，更正一下，地垫、地毯，啊，不一样的东西。都一样。你看多可爱，这大这大只，到你家里背，趴在行李箱上面。来给他一个特写，因为它全部都是刺绣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它很值得？因为大部分的地垫其实就是一块白色的布。那它是基本上它把布丁狗的那种就等于刺绣方式全部绣到这个地垫上面，所以真的很可爱。那这个地垫呢，其实架构方案其实也是前两集都有介绍，所以如果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到前两集观看哦。然后浴缸嘛，洗澡的地方在这里。我听小薇讲，他这一间洗澡的空间好像比前两间还小了一点，可是他主要的外面客厅跟房间比较大啊，洗澡的地方可以小一点。大家来看一下，就这只，感觉就是一个人，要塞两个人好像有点勉强。来，我来进来看一下，要塞两个人有点勉强啊。你看，我就这么大只了，小薇再进来，那洗屁哦，那不用洗啦。所以这个一个人比之前的两间房间还小的浴室，可是还是可以用啊。然后厕所呢？我也是听小薇讲的，这个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免治马桶，可是它还有旁边还有遥控器，所以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研究一下，它是不是免治马桶。好，如果是的话，那形状还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马桶的。它是免治啦，它是免治，只是牌子不一样。给大家看一下牌子，它牌子是这个牌子的免治马桶啊，它的控制器呢是旁边这一个，这个是它的控制器。我可以开一次给你们大家看，这个，这是它的电源键，那它这边可以选。对，等下就喷水出来。女性长度，对，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而且它还有那种这个类似电池脉冲的功能。对，而且还有就是按摩，可是就是它是用感应式的，变成说你好像要人坐在上面才可以，对。很神奇，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来，你看镜子，又是一只布丁狗，哇，好想摸摸看它啊，多可爱。然后其他设备一般跟一般旅馆一样，跟那个住宿一样，毛巾那些都有。那他们用的牌子都是这种的，茶籽糖的牌子，我真的很推荐，赞，很好用，很好洗。哦，香啊！其实这个茶籽糖的东西，它一楼也有在卖，一楼柜台旁边也有在卖，所以如果真的是喜欢那个爱好者，也可以去那边买。然后我们来看这边衣橱、保密柜、保密那个保密箱，然后这边什么呢？棉被，好，然后水吧、茶水跟这个。这个也比较特别，这个我听小薇讲，
跟前两间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用自己用手捏的杯子，所以也没有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卖啦。跟每一间的造型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己做的。有没有看到这种的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饼干啊，然后下面就是冰箱，小型冰箱，这里面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讲的。冰箱，然后我们镜头转过来这边，这桌呢，来看哦，进门就送，对吧？订房来住宿就送，有没有看到这些大两条浴巾啊，小毛巾啊，抛弃式拖鞋啊，来拖鞋，来让大家看一下拖鞋，有没有看到拖鞋？有布丁口，然后还有马克杯跟杯垫，马克杯跟杯垫，这是他送的东西备品。然后姑且一算，这应该五十五寸左右的大电视，这么大。然后这边好像就没什么东西可以看，因为都是一般，其实就是一般的抽屉啦。因为你来住宿，其实你也用不到这些东西。然后发现这一盒，来看，这个是无线充电器，还是加上蓝牙跟时钟，还有电台广播这一台，有没有看到？很方便。想要买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来，实体。这个，这里有电话，有没有看到哦？啊，那镜头再转来这边，今天睡的床，有没有看到？布丁狗。哇哦，很大哟。这真的很大。然后看，它这个哦，来注意这边，来看这个，机甲。这只不能带回去，如果带回去，好像会被罚。这只不是卖的哦，不能带走，不像。那个台东那什么 Hello Kitty， 台东的一间饭店之前有 Hello Kitty 主题房，它的有的东西可以带，可是像娃娃的都不能带，带走了那请自费哦，这个不是卖的哦。然后看到布丁狗，你看它的动作就这样，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很像？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床，真的是两人大的床，真的很大，而且。说实在，如果你是布丁狗的迷，跟着来住一下。而且，哦，我以为他枕头也是布丁狗的，结果可惜，想说是黄色的看一下，结果只是套子而已。所以呢，这几乎枕边还有这里，你看布丁狗旅行的，我不知道拍出来的效果有没有看到，它这边玻璃上有没有这些贴纸。可是呢，你看啊、哦，现场看真的是超可爱的，真的是哦，很多。其实我那时候在要订的时候，有人很多人网友在留言，哇，布丁狗真好可爱哦，怎样怎样的。可是真的看图片真的是没办法感受，来现场真的是哇，哇、哦，看到我都醉了，好想一直住在这哦，因为太可爱了。因为我本身也是布丁狗的迷，说实在，三丽鸥真的是无人可挡。好，这就是今天介绍的布丁狗限定行政主题套房的房型哦。啊，如果真的有想要来住的，赶快去台北动旅的相关网站上订制，记得赶快来哦。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谢谢大家。